于是戏精们开始了。拿不起来什么？什么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好吃吗？我喝。在尴尬的瞬间，为什么是尴尬的瞬间？你们俩都那么行，我那么大。Later。晨晨，你跟姐姐睡。晨晨，用不用？不行，我也。干嘛？我的姐姐，我同意。这 feels so empty without me。晨晨，你姐又是谁？你开门。我门肯定在这。这大概就是当姐姐的快乐。不，我一整个大人。我来保护姐姐，你出去吧。快点走了，好睡觉了。张一晨，拿个筋膜枪，赶紧准备睡觉了。筋膜枪的妈妈找筋膜枪，筋膜枪的家。我要还东西。干嘛呢你？站起来了。得，又溜进去了。嗯，是不是你的味？我有什么味道？哎，我女生的迷惑行为，你知道？我就没想到原来你在我家是这样的。知道，但是他，他咋这么牛逼呢？知道。哎呀！我下来吧你！还有参加结界。一个字，绝。出去！牛逼他妈！讲牛逼，牛逼到家了。是的。我现在好卡，我现在被卡了。你发什么？我是仙女，哪里会看我是仙女？仙女，你知道他在干嘛吗？饿了。垃圾姐，三个女人一起睡不公平吧？Bình minh ơi dậy chưa? Bình minh nói tao đang ngủ đâu. Trời ơi, chúng ta sẽ chỉ hả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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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ỉ hả?头发碎的一团糟，快拿你抠过小叔子给我洗漱。你现在头上长脚气，我不管了啊。干嘛吗？你要恐龙还是魔法石？魔法石。很需要拥抱，很需要依靠。Later。哎呀，哎呀，垃圾！去去去，你！我比你强还厉害。你必有果，不要舔我的脚。来来，给过来舔我的吧。你必有果。哎，怎么这么腥呢？还吃过屎的。你脸上什么东西？我这个好难。快了快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张一晨。你现在施工呀，我是对人。等一下，打扫你们打扫。啊、姐姐来打扫。我要是全都是给你过来。我不想干。等下去把你们的残局收拾干净啊！姐姐起到一个带头作用，小马这边记得做出来。你这个劳模！来我家快乐吗？快乐。哎，你们这是在干嘛呀？唱的苦涩涩。这么大个人能塞得进去？看来气色有用，小心别把头发拉出来。
不就烦你，然后不让他看到拉链。你可真是个大聪明。真真、啊，你是觉得你看不到别人，别人就看不到你吗？你们为什么不藏到柜子里、啊？是条不错的建议。哎，要藏到柜子里。多少有些草率。要不要？啊，我不要藏。Round two，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现在。